豆豆，啊，像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，对吧？我想试试一拳打下去，你能哭多久？可能你也会死。豆豆，我想试一下，我一拳能不能把你打死？哎，我跟你们讲个事儿，我刚刚开那个火力城的那个盖嘛，我第一次就是拧不开盖，以前都是别人拧不开让我拧。别装了。然后我今天真第一次拧不开盖，然后。因为我觉得我牙挺好用的嘛，我第一次用牙开，用牙开得了，用手开不了。别装了，都红透了，都没打得开。啊，你打僵了，还那个力道，还开不了盖。我怎么打？我手都有红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都打得开，就今天没打。你打过僵了寒吗？你怎么打的？你跟我说说呗。没有，都被我打过。慢点说话，我就有了。都被你打过。脑残吧？你为什么打他们呀？因为他觉得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他是女的，然后就没就觉得自己打别人，那别人也不会跟他计较，应该有绅士风度，不会打他吧？不不。然后呢，他打我一拳的那个时候，我直接还他一拳，我说你打我一拳，我打你一拳很公平啊。那一拳之后，他以后都不敢。没有，上次打了。还是你比较强啊，你是个练家子。大前天晚上也打了你啊？有吗？你吓我的时候啊？什么时候？被我猛锤啊！啊？你怎么锤啊？我都说经过呗。用锤都用拳头锤啊！用拳头锤啊！什么时候？我操！你太残忍了。就我们在月亮那吃饭的时候。不是你不是个萌妹吗？你怎么到处锤人呢？没有，他们当着你的面说你胸小。他萌什么呀？他萌什么呀？他们当着你的面说你胸小，说你曲屏什么显示器，说你什么飞机场，你能不揍他们呀？我可以用嘴呀，我为什么要打他们？你用嘴干嘛？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哦，因为我不是君子。可以，兄弟。这个我就承认了，我就承认了吧。既然图图都明说了，我们就不藏了。我跟他就不藏了，我跟他已经结婚好久了，孩子有11个。不装了。前天晚上就在我家那个月亮那里，又多了4个吗？哎，又多了，太吓人了吧！就结上婚了呀？不是老王请我吃饭吗？别掩饰了，不演了，坦白了，坦白了。我记得去年还是7个的，今天11个了，一胎4个，屌不屌？牛逼牛逼牛逼！不愧是健身的人啊，兄弟。开玩笑，秀起来了呀，兄弟。哦哟，怎么回事？啥情况？有空拉出来跟你见一见。不过你应该有一个也跟你挺熟的，将来。哦。我有一个儿子，我有个儿子跟你也蛮熟的。哇操！你那个儿子头好大，可能生畸形了，兄弟。我知道你那个儿子叫什么名字。没办法，不要说出来。叫令北啊。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你那个儿子就是身高有点不均匀，头有点大，怎么回事啊？头大就算了，哎。生了个 Q 版的出来，你那个儿子每次出去的时候，他找我，他得仰望天空才能看到我。我的天！别讲了，别讲了，讲多了都是泪，好吗？时间长了，颈椎会有问题的。是的。希望将来还你可以好好跟他当朋友。好，我让他感受到有爱。你早说，我一直以为说出完的原来是真的。那我以后对他好点好吧？你蓝总的儿子，我不可能亏待他。哎，江总，我的儿子就交给你。可以，就可以打吧？你就把可以打吧？我替你管教管教。可以，揍可以揍的吧？不听话就打，往死里打，他蛮可能揍的。偷偷摸的视频。